举线杯。对吗？帅帅帅！阿奇阿奇，你在干嘛？真的帅，真的帅。我们耳朵旁边有声音叫我疼爱他。阿喜算是另类美女，好不好？比踢足球的帅多了。没有，他耳朵旁边有两尊古曼童，叫他选单车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帅，你都把那个淘汰了。而且我要跟各位女生说，你看他近看啊，他眼睫毛好长、哦。对，唯一的缺点就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缺点？你转那一面，侧面，侧面有点像陈汉典。对，欸、你赶紧来一下。糟糕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今天开始你进入帅哥行列了嘛？他是帅版的，看久大概习惯了嘛。帅版的汉对，汉典哥也很帅。没有，高体重比例，因为他们这种哦，那个肌肉的比例都非常。而且他骑脚踏车，可是皮肤却很白，他腿也很细啊。没事，他穿装备啊。他皮肤比蔡小姐还白哎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他真的变黑了。他腿好细，他腿又细。对啊。哦，没有那个肌肉在裤子里面就不方便。我们要看。他们就是要看你裤子里面的肌肉。好，太不好意思，今天落败了，谢谢各位。进入我的收藏区。太没算了，来乔迁，来你淘汰一个，你再来选。好选，好选，好选，你淘汰算嘛？我建议淘汰芭蕾的。芭蕾为什么？因为芭蕾的平常都要那个跟女生一起跳，好扛错要很好。哦，所以你决定要去掉芭蕾这位。我觉得芭蕾。芭蕾哥，请出场。你帅啊！先握手，先握手，先握手。哎呦，天哪！他有点像，他有点像瘦版的杜德伟。哎，对啊，是他的放手，你讨厌他了啦，放手了啦，放手。喂喂喂喂，手手。冷静冷小杰，你干什么？你讨厌人家。来，哎，回到刚才问题，真的练芭蕾男生需要裹小鸟吗？会包起来，会包起来吗？束缚起来，会真的要包，因为。还是会乱晃，所以要把它穿起来。礼貌上不晃会被撞到地上，不晃真的会被撞到地上。会地上没有，而且哎呦，好了啦，你干嘛对人家跳不舒服？各位对。大家有没有看古典芭蕾？有没有？是是。那那个一包都要整个包起来了。而且他们有一个动作，比如说那个这样两只脚夹起来，然后跳起来夹两次那个。哦，那个。那个夹的。对。啪啪。交叉。对对对。哎，示意我们。示范吗？交叉两次。三次，预备 ，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。行家在访问就是不一样。哎呦。哎，可以请你跳一小段《胡桃钳》吗？胡桃钳是很久没有跳，很久没跳老虎钳对吗？喂，行家老虎钳啊，胡桃钳一见面出来那个跳跃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，好厉害，哎呦，好优美哦，你体态很棒，你跳这个跳多久了？从高中到现在有10年。当时选这个的时候，会不会就是哎呦，我要穿这样，会不会同学笑？不会，超多学姐的啊，会还是第一开始穿还是不习惯，对不对？久了就自然。听说第一次要穿那紧身裤的时候，还躲在更衣室里面哭啊。啊，蛮排斥这个东西，真的。可是这样裹久了有影响吗？会痛痛，裹久会口丢吗？还是什么？会有，就是像小，其实还好了。小杰还跟张真的讲对了，有一个同志的粉丝团里面啊，帮他设了一个粉丝专页。哦，设在哪？情况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先讲。自己不知情，然后是就是自己的男生朋友。先不要听，男生的朋友，对，不小心说六嘴。你刚刚跳那么久的舞哦，脸不红气不喘，讲到男朋友突然间冒冷汗。太紧张，好了 ，OK 了，太紧张了。我跟宪哥是很开放的，没问题。OK 了 ，OK 的，这人都祝福嘛，多元嘛，对，多好多好，对对啊。那还有事吗？没有办法了，不用聊是不是？有够现实的你们，可以交朋友啊。对啊，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淘汰。哎呦。
你们都把这些帅哥淘汰掉了，真是真的那么帅也好，来今天都没有丑的，再来是帅的。我想要那个健身的。你想淘汰他？重训的吗？他的肌肉拿不大块哎，那是我最看好的。理由是什么？可是因为我不喜欢太精太哦太精壮的那种，哦 man power 那一种你不喜欢。重训出场又欢迎蓝教练。那一只拿出来，为什么不拿出来呢？一听到我们要跟你挑战，对吧？可以出来，有，哎，淘汰他。哦哟，很帅，对呀，为什么？对呀，哎，人家这么有心，超级人类，民间高手，神雕侠。神雕侠，这一只是干嘛？怎么呢？这个是一个复合式的新的，对不对？小轮子吧，还大轮子，小轮。他点歌好抖啊！出去！好，太逊了你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最近刚娶老婆。没关系，两位淘汰。会觉得万喜吗？小优会，因为他喜欢。胡子的，然后脸漂亮，又帅，脸完全就是个冲突，他脸长得是很和平的样子，对，对，那身体长得很暴力，修杰楷，没错，对，脸长得斯斯文文，一脱掉，哇，糟糕，淘汰的都帅，那真的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而且他好有男人味，而且你知道他真的是教练呢，你说说看你学生有谁？现在有跟我一起练的就台哥嘛。台式员啊，哎，那这淘汰还算合理。对，还有阿伟，哦，阿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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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你是不是很瞧不起潘若迪老师？不会啦，不会哦。女星最嗨之夜，今晚做梦也会笑。我们现场安排了一个摸机墙，黑布后面，东摸青山，哦哦哦，疯掉了。也可以申请两个墙吗？什么一副感觉到牛郎店？真的耶。